这两天晚上都在看法网，看得手痒痒，于是玩了下这个澳网。PS5 上的网球游戏不多，我玩过两款，这个还是不错的，操作起来挺简单的，也挺好玩。玩这个当然得用纳达尔了，我录了几个小片段和各位分享一下，可以双打也可以单打。Down here.